是小象七，而阿斯特是八，控制是6-5，逃生3-5，推进攻击阵踢两个反打，滚歪了，滚走位了，一脚踢减速，十六八地给上，陈能加血，拦下了，反踢两个，一个龙木斩是先杀了拉希克，对。领导的光击阵 CD 还是挺快的，互肥的打法，中路又开始一个电、这一波 maybe 有危险了，视频下一个电可能要死了，电刀吗？看一下，他 AD 打个电刀了，电刀了，一般会叫酱油把线拉过来，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击杀了。中路动手打一套全能，没有大招，马上有了，一秒有了，这个伤害差一点点够了，差一点。牛头下一波大又要赚好了，军团这个决斗终于找到机会了，但是没有下，得跑得跑，强攻解掉这个海带，封路封一下，我在等 maybe， 等他这个天国恩赐消，攻击阵应该是要死，嗯，龙破斩带走，上路也是，上路动手了。未必带血有点过，决斗应该是死了，有刃甲的，加攻基地，死点。白眼，看一下，加速符，原地一个大，什么情况？失误了，但是还是配合队友的连招秒杀了。但是你打被决斗了，关不到，关过了他应该。关过了。跳差一秒，又被毒了，走上来就到了，再加一波，舒服，加40连攻了。还是想强拉中塔，有全能护着，不行，给拉了两秒，挡住了，妹子跳到了，秒了，这妹子还省了，这边护不住呀，军团跳刀准备跳谁，还能过去，现在输出了跳路，但是这个时候的全塔给炸了，不太行了，一个加血半血，开了 C 弹了一下血人的一遍体攻击被弹了，不然要死，嗯，反应很快，打不过，这里牛头喊火女过来，来打一下。光击阵接 A 大应该是要死 ，A 大到了，加血没用，但是牛头是被决斗死了，军团是 CKP 第一波，死了，血亏，吹风想踢骗自己吗？哎呦，被 XS 一个亚军带走了，求生欲很强啊，但是已经挺秀的了，有刃甲，哎，对对对。是的，人应该挺难走了，布置一下水牛有 A 罩吗？应该是没 A 罩吧，这边看一下牛头，羊是满活了，土猫切入但是被迪法收了，军团绝对硬过了，火女大光剑打不过，只能跑，迪法切传能有大招直接给一下，哇，有接了的，直接秒掉传能，XS 没绝斗，但是他能平卡，开 C 躲掉，弹一下变体攻击，再次切入，哇，全来了！是看着这个斯雷大力放过之后，知道对方也大血，强这个时候开分身买活土猫，看一下军团能不能杀，光击阵开刃甲，牛头给大，漂亮，军团也秒了，这人敌法强势，其实是比较正常，还可以，对，还可以，正常的。哎，下路这边板打断了一个土猫的滚，有光击阵吗？吹风漂亮，这个滚被断了，光击阵敌法跳过来，再收一个人头，主宰比赛，我直接跟那个人群啊。这边追到一个冰魂，帮水人解决一个威胁。对，有盾你找别人接团就是送，真的，信我。缺团在哪？捡分身，互相交了波技能啊，拉奇克也跳走了，牛头一个板没有接技能。大招给团，能秒军团吗？军团有 BKB， 哎，给大切开 BKB， 打了一个被动人。等一下，等他刃甲消。这个传大，再切传人。撕裂大地了，军团打后排找冰魂，冰魂冲的有点前了，冰魂这边可能会死，但是土猫有危险了，哇，土猫先切掉，传人也空蓝，敌法在切下面的，但毒狗被拉希克吃了，拉希克空蓝啊，敌法里面有大招，一个大石，有大招，哎呀，好多血，这个大掉了一半血以上，对面，我感觉撒旦。BNB 上弹都行啊，直接切了一个全能单吃了，哎，被决斗全都没死，关救一手，关救掉了，关很关键啊，但是他土猫拉了一个沉默，滚马上了，跳过来接土猫，自己死了呀，这个滚上来滚空了，队友又跟不上，只能是白给了，那这个情况可以出上单，他打赢了，他应该是点上单，开始会根据场上的一个情况来判断，直接大约选手全都单
秒了，漂亮，国女把他 OK 了，不需要啊，其实无所谓，这个无所谓，好吧，会路出发上半基本稳了，然后等下个盾，然后就抬走。下一个肉身的刷新时间最短是1分40秒，直接破第二路，还有可以啊，两路啊就很杀了，两路回去调整一下，跟个装备1分钟，来看一下，这硬打，滚到了，但是 F1 在后面啊 ，F1，来滚到了，这是个大爆，没有了，没有什么影响啊，杨，不要急，这边拉希克是被火女一个神秘斩带走。军团火了，大家端一下，漂亮！一个大晕加一个光，人保下来了。还是要加攻击，加到了。但是马枪死，1换1，买活军团没有决斗呀？想秒波波卡，波波卡也要死，能破这路吗？开到了，算了吧。还是死了，那算了算了。牛头还要打，看一下牛头暗影复活。买活军团好像想结束这把，买活飞鞋飞过来，军团买活的要死。死了，走不掉了，死了，传人要死，敲了，哦呦，直接几级，敲了，好的，恭喜 Elephant 在 BO5 的。